就是往那个后面走呢，就是一个小森林，我们进去的去。喏，莫非下雪了？哦，嘿。很难走啊，这个路基本上是冰啊，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冰啊。哎，你又过来了，走吧，走走。所以我得慢慢走，我得走这种有雪的地方，不然就会很容易滑倒。呀，有太阳。就是因为在化雪啊这些的，所以有的地方会很脏或者很湿，所以要给他穿这样的小外套，这样的话他肚子那里才不会弄得特别脏。因为像他这种白色的狗啊，如果在外面就稍微这样激动的跑两下，他肚子就会很脏，回去给他洗都洗不干净，每天要如果要出来两三次的话就很麻烦，所以要穿这个就比较好打理一点。虎皮过来，虎皮过来，嘿咻，虎皮再去走一圈。歇了，别多冒险。哟，我还没看到呢。哟，给你了，给你了。哎，请 coffee。就就。啊，不行，你得穿上 coffee 哦。啊，看到没？又还是顾高他。高他对面的顾高他。哦哦。哎呀，那。那我刚刚去遛完了 coffee 出来，其实早上去遛 coffee 的时候都没有化妆，所以就 anyway 反正也是在那个小森林里去走嘛，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几个朋友出去吃饭，所以呢我现在就化一个妆，然后本来其实应该中途再去个邮局什么的，因为我有个包裹在邮局要取回来，但是我不想去，唉，明天去吧。今天用这个，因为外面出太阳了嘛，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其实我买到这个时候我以为是就是感觉有一点劣质，你知道，因为它这个整一个这个字就感觉是印歪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这个又确实是在这里的 Make Up Forever 的官网上面买的，呀哈，就感觉有一点嘿嘿嘿。其实刚才我去遛 coffee 都没有涂防晒，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所以呢，我刚才才看完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大结局。哎呦，那个剧，其实我本来不是特别喜欢杨幂，然后呢赵又廷我是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他是我喜欢的那种长相，然后但是这个剧是做的挺好的，就是他的配乐也好，还是他的服装也好，都还挺不错的，就是值得去看的一部剧。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台词好像有点不通顺，但是整个一部剧看下来，我觉得还是这个观赏性还是有的哈。接下来就上底妆 ，Pira 的这个 UV Mist， 我这个是21号，里面有 SPF 34。叮叮叮叮叮叮，这个已经是我开它里面的 refill 来用了。我之前有在
有一个什么视频里面讲，好像是闲聊时光里面我用这个补妆来着，然后我就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我都忘了在那个2016年的彩妆最爱里面提到它，我觉得挺对不起他的。Coffee 这个时候在沙发那里啃骨头啊，可乖了，要不给你们看一下呢？哟 ，Coffee 呀，你看那一地都是他搞的。反正现在就是客厅的那个沙发，我很少过去坐，都是 Coffee 的小天地啊，我一般没有时间去管它。The Balm 的这个 Time Balm Concealer。看那部剧我真的很想揍那个天君，他就一天什么事都不干，然后他还捡了一个天君的位置来做，要断案的时候他也糊里糊涂的，然后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哎呀快点你去找那个谁，你去找那个谁，总之就是他从来都不出面，然后他去找人家来顶又没有一个什么用，然后天天就在那儿不准这个不准那个，然后出了事情他又怂了，然后就要去请人家去帮忙，很烦。所以这个还是 Fit Me Concealer 的15号，我最近又用回了 Real Techniques 的这一个 Miracle Sponge， 我觉得真的确实还是好用的，真的太久没有用，我都快要忘记我以前是有多喜欢这个。接下来用这个 Benai 的这个散粉，我真的觉得设计这个包装的人真的，它是这样的，有个很薄的这样的膜，这样撕开，开了10000年。差评差评，这个包装给一个差评啊，然后它也是这种的，所以你要找一个盖子什么的把它倒出来，然后它这个粉呢目测是比 RCMA 的那个粉要细很多，这个是走伊娃的105啊。今天用这个盘子，Tiberi 的这个 Dolce Vita 这个盘子里面这个亮片的颜色，其实这个盘子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买，因为就只有一个亮片色好看，其他颜色都很一般，我觉得真的，所以也是我后来就一直没有再提到它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能看到它这个里面的其他的这几个颜色真的我觉得是挺一般的，真的颜色你又用不好的话又感觉脏脏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值得买啊。各位观众，我终于买到了苏酷的睫毛夹，不容易啊，因为前段时间在那个 Selfridge 上面突然有货了，所以我就赶紧入了一个，然后入了以后过天我再去看的时候它又已经没货了，所以这个只要一出现啊，大家赶紧下手吧。但是呢这个睫毛夹我是觉得说，如果我在平常很赶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时间来用它，因为用它的话不是怎么了，我觉得会就是需要慢条斯理的用。然后用这个 Laura Mercier 的 Sugar Frost 画眼头睫毛膏，那我最近很喜欢用香奈儿的这个盘子，很方便，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早上我根本连腮红和膏都没有来得及打的时候呢，就把它带在身上，因为很好很方便用，因为它这个刷子是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然后刚好有一个凹进去嘛，我就用没有字的这一面刷毛去刷腮红，它不是有一个里面有个这个黑色的塑料的这个吗，就在这个上面弄一下，然后就这样扫在脸上，而且它香香的，就用的时候感觉很高级，然后就用有字的这一面的这个刷子去蘸这个高光的地方，就稍微点一下就好了，这个高光也是很自然很细腻的一款高调。最后就是唇部了吧，唇部用这个 YSL 黑管的这个，你看都被用了一个洞进去，这个是411号。首先呢它颜色很饱和，再来呢是它不容易显唇纹，就不是很厚的薄薄的来了一点这样的，
待会儿要出门的时候应该会再补擦一点其他的吧，反正现在目前先这样。好，那这个妆就这样搞定，然后呢再喷一个定妆的，然后这个是 Urban Decay 的这个 Long Lasting 的喷雾，这个还蛮好用的，因为它的喷出来的那个液体很均匀，就是很细它的喷头。好了，那这个妆容就这样搞定嘞。哟，我们家 Coffee 酱打招呼嘛。哦，大家好，我是 Coffee， 我是大魔王 Coffee。 会我多么的希望他的这个耳朵可以搭下去搭回去。哇，这个小魔王，哇嘿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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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大爷啊，你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吧老佛爷啊。我才画好你给我吃了，就这样了。好了好了，我去陪 Coffee 玩一会儿，待会儿再拍。所以现在我待会儿出门之前我应该会去溜一个 Coffee， 在溜 Coffee 之前呢，我想把包包先换一下，因为平常的话我就是去上班什么的我都是背这一个包，因为很方便，它够大，它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我就什么东西往里面一塞就 OK。 所以如果我遇到要出去跟朋友见面呀、吃饭呀或者逛街什么的，我就会再换其他的另外这种一类的包包。会发现我的包上面都会有这样的反射光的这种东西，因为在北欧这种地方啊，天黑得很早，然后如果你要在外面走的话，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就是防止车祸或者防止一些意外吧，因为它会反光啊什么的，就人人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反光的东西。就基本上你们能看到我会放一些什么东西到包里去，放一个那个护手霜，这个是欧舒丹的一个护手霜，然后呢带一个这种消毒液给手消毒的。我在想是带哪一个呢，带这个吧今天，因为这个的话比较小一点，比这个小一点，所以我带一个这个 Make Up Forever 补妆的，带一个这个，然后再带一个兰蔻的290号吧，这个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用的这个411号，然后带一个这个290号，这两个，然后应该还会再带一个润唇膏吗，不知道。然后钱包呢，我是用的是这个，在 COS 买的好像是，然后它都有一点烂了，反正就是这种拉开里面装一点东西，然后在侧面还有一点这种的，我就用这样的那种卡带的这种东西，一个可以装两个，装一些。好，就装一个钱包在包里，装一个纸巾，耳机应该会放在那个外套的那个袋子里吧。然后这个是前段时间买的，因为我那个耳机被 Coffee 给弄烂了。Anyway， 这个是 Urban Ears 的，因为它是这种的线嘛，我想说它肯定比较经弄，就是因为如果我有 Coffee 的话，一定要考虑到要买这种啊经得整的这种耳机，所以就它应该会放在我的那个外套的那个袋里。好，然后我在想，我想放这个相机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有点大呀，有点就是盖过来有点丑啊。其实是能放的，这个后面有点把这个包戳着的感觉，我先换一下。好的好的，把那个罩子取掉以后就可以放，刚好放进去，然后。对 ，OK， 现在就装好了。哇、哦，还是挺沉的。我其实一般如果要背那个大包的话，我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化妆包的，就是一些关于化妆一类、补妆一类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我就不会带这个，因为那个包不是特别大。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溜 Coffee 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平常要溜 Coffee 都有一些怎样复杂的程序，就是你们要理解我，好吧？就是要给他穿衣服，然后就特别费劲。好，大家马上可以看到是怎样一个情况。好的。来吧，首先给他的小爪爪上面涂一个这样的那种 wax， 就是那种保护一类的那种霜。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手掌，他在外面去跑啊，就是那种，哎呀，糟了，这个戳到我的脸上，一会儿肯定会红起来。就是这样的话呢，他外面去跑嘛，外面不是很冷吗？然后有冰啊什么的，这样的话他回来以后那个手掌这里不会太干，这样起一个保护的作用。我这个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好，这样一半一半，然后就过来，你过来。然后再弄一半，然后去弄后面的脚，搞定，穿衣服。他到处跑，还咬我啊！你个魔王，怎么弄？怎么弄？有没有想念？
也有一个小森林。好的，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太阳刚好从那边照过来。这个妆呢，大概就是在外面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看，不是我不拍 coffee 啊，是我这怎么拍这么恶劣的天气条件，你说你看这个，这怎么拍，这个我在外面走路我自己都怕摔倒，还带着一个这活蹦乱跳的 coffee 啊，然后还得一手举相机，这不是什么简单的活儿，各位。前几天来这里面全部都是雪，这两天都开始化了，今天是2度还是3度啊，就化差不多了。然后呢，这边看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的，反正那个下面就是医院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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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搞不赢这条小狗，我就是忙。啊，还好这样可以把我跟 Coffee 都拍进去，很难得。要不刚才那个画面就可以来做这个视频的封面，嘿嘿嘿，再来一个。哎，不知道啊，待会儿去吃饭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拍一下，我也想给你们拍来着。我发现我这个相机是不是没关美颜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呢，总共是有8米，我买的是中号的这种，因为我想它那么活跃，我就买个中号的比较扛弄，你知道吗？这个有8米的话呢，就它可以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刚好我也可以控制它。还好这里不是什么 city， 就是不是什么市里面，就很多人来来往往这样的，所以你看，像我每天遛它在这样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自由的过去。像以前那个很短，大概就是这么长的时候，它要再往上面跑，我就必须得跟着它一起跑过去。嗯，它是拉尿尿了，不是拉粑粑，不用给它捡。这个里面是可以装垃圾袋的，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可以把这个洞给封起来。封起来的话呢，这个里面就可以装吃的。因为我单独有给它装吃了的东西，所以 Coffee 的吃的呢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本来是薄荷糖还是什么的之类的，这是它的小零食。每次要这样趴的时候，它就会过来。哎，听到没有啊？听到了，然后就过来了。他知道有这个声音就是有吃的了，是吧？是不是有吃的呀？有吃的吧？你等着啊。然后就抖出大概几个吧，每次给他吃一个。坐好，坐好。嗯，在外面遛他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你叫他，给他一个吃的，然后他就过来。下一次你再叫他的时候不给他吃，他也能过来，就反正就多几次呗，就这样训练出来。然后他刚刚开始要在外面训练，不是拉粑粑拉尿尿吗？他只要在外面拉了，你就给他吃一点，他就知道你做了对的事情。你又看上这个树枝吗 ？Coffee， 那么他看到你的时候，你就赶紧给他吃一个。下次你再叫他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看你，嘿嘿，是吧？没有吃的了，你又在找吃的啊？狗每天都在找吃的，真是的。好了，这边了，我们回去了。啊，这个是夏天可以烤肉的地方。啊，让它去那个草坪里面待一会儿。好，现在就给它吃饭了。我是把它装在这样一个一个的里面，就一天给它吃4个或者是4个半的样子。就是我有量过一个大概能装多少，就按照它的这个比例给它给的吧。然后它现在吃的是这一种，就是专门给它这个捷克罗素梗吃的这种10个月以下都能吃的这种狗粮。然后它之前吃的是这一种的，这种也还好，但它吃到后来不是特别爱吃了这个，我想应该也是。味道可能各方面也不是特别好吧，但这个是容易消化的这种。然后它这个就是给所有的这种小狗
这个十个月以前的都能吃。然后呢，这上面也有一个他这种狗的这个图片哈、啊。然后现在我给他改了这种，我觉得这个挺香的，我觉得这个比这个香很多，但这个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它吃完以后我觉得它的粑粑拉的比较好，拉的比较顺畅，所以它里面长是这个样子，就跟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好了，吃饭。乖了哈。哎呦，我待会儿要出去，你自己在家里乖乖的，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嗯，妈，这大魔王，喝水吧。他现在稍微大一点以后，他就会自己喝水了。以前他是不会自己喝水的。呀，喝好啦，吃好啦，吃好没有妈？嘿嘿嘿，你每次这样，他就是想要一个什么，是不是啊？想要什么吗？才给你吃了饭，你还想要怎么样吗？嗯，好了，待会儿你就，刚才出去走了一圈，待会儿你就差不多自己就睡一觉啊，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嗯，你说好的，你说好的，勉强的答应吧。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8:10，然后呢，现在准备去市里吃饭，啊，有一种乡下妹子要进城的感觉，有没有？啊，然后呢，天也快要黑了，但是那边很美啊，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那边好美啊！反正现在呢，这个相机还拍不出来那么美，就是它那一层大概是有紫色呀，然后有一点那种黄色呀、橘色那种的，还有一点蓝色，反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特别美。然后这条路也是我之前有一条 vlog 里面有跟大家拍过的一条路，就是。记得我有跟大家说过，那一片草地呢，突然之间一夜之间长起来，然后现在呢，它是有雪在，就是那里，再过一段时间雪化了以后，那个草地应该还是会长起来的吧。我想真的是天气再好一点，我会再多给大家拍一点 vlog。我真的觉得好久没有给大家拍 vlog 了，感觉有点怪怪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后面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啊，但是那边挺好看的，就是那边，看到没有？那边特别美，现在我就去坐车，然后去见我的朋友们吃个饭。啊，大家快点看那里，那里就是太阳之所在。啊，现在是日落的时候，等我吃完饭回来呢，大概已经天黑了，所以到时候再给大家遛一下，啊，不是再给大家遛一下 coffee， 就是我遛 coffee 的时候，应该会再给大家拍一拍吧。啊，这个路好恶心啊，湿湿的。啊，就这样吧。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很晚了，我准备回去接 coffee。 然后这边能看到月亮吧，那上面那一点是月亮，今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然后这条路上有没有什么人，反正我也不怕，因为这个那个后面是医院嘛，医院里面也有什么保安，这个名字好像反正就是比较安全吧，好吧。然后我住的这一区呢，也都是相当于是医院的员工宿舍的感觉，所以就是都是医院里的人，就不怎么怕吧，还好还好。好了，哇，这个坡有点悬呀。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好晚了，已经黑成了这副模样，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我的脸呀，这样应该能看见吧。然后这个灯是黄灯，这样拍出来你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是一张很不清楚的脸。你看我还在吐白烟，不知道现在多少度啊，好冷啊。我从那个餐厅出来，现在赶紧回家去，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是月亮，刚才好像给你们指错了，那个才是月亮。